大少爷，你已经过惯事啊，我哪有可能对对过种捡歹人旧账日子？既然你对我无情，那呢，我就对你无义。咱爸囝的关系，跟囡仔的位置。你提伊的手臂，我予你继续做你有钱人的大少爷。我今仔一点要来去评价，坦白讲出我一切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伊是你的女朋友吼、哦，哦，身高真水耶，哇、哦！伊是我的助理啦，嘛是我真好的朋友。看恁两个先徛做伙哦，嗯，有适配哦。小鱼真正最要紧迄罗小安的看法，敢讲伊伫介罗小安？你毋是世界了做主传的，这么济人，搁抓袂着梁静川哦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想？我拢成功，我无法度脱身。总裁，你做无路用，扑袂转啦。你想要一目睭看我，你还关心？不真正简单，为了警方，继续抓伊，咱要想烦恼啦。别搁对我讲遐有话无话啊，尤其是遐暗埋话，我无想要犯误会。之前伫小云岛，伊阁对我足好嘞，即摆伊为了罗小安拒绝我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若是无安尼做，小鱼当时才愿意看到我的真心。小鱼啊，哎呦，乖乖乖，莫哭莫哭。我送小鱼去农会啦，然后伊当在车顶哦，米姐。你认为是我害死你妈妈？是我自己讲，我今日才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既然你对我无情，那呢，我就对你无义。你即马是我的大人，我就必须要清我咱爸囝的关系，甲囡仔的位置。